注意啊，那个就 end 到哎，不是那种结果变成鱼大头的标志。是，那不管怎么样，二位很久没有来三星报喜，是播音虾米，别提了嘛，不会有定的。对，是，到底在忙些什么？放心先说好了，我一定都会跳舞啊。啊丢啦啊有一个拼命努力全开的跳高的去变球呢。哇他那个标国标舞哇高嘞。我们还要跳我也有跳高跳呢。他真的很厉害上半身跟下半身完全没有关系。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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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真的吗？哎呦，王灿都叫我来演，已经做好了，谁要做好了？拍谁拍谁？那你学那么久，其实也有几个月了吧？大概我从二月开始的，二三四五，现在六月也快五个月了。五六个月学起来应该有。啊，你想要去上面舞 ？Run 吧，恰恰。你知道我现在 Q 你跳舞了吗？我知道我你还记得哪一个舞这样好了这样讲好了你还记得哪一段舞蹈三地舞没有这个啦三地来一小段好不好一小段哦要不要看他要不要舞伴他自己 solo 他自己 solo 对啊自己跳还要自己 solo 哇舞后呢第五舞后阳光了第五跟你什么事你要什么音乐你是高挑啊，但是要叫个陪我试看卖，我刚刚如果试一下，老师给我什么音乐，我就试试看什么音乐。好，哇，大考验呢！你这样是考那个孔锵老师哎。我跟你讲，现在短了快。你看他一直播你啊，不错，我要改广播老师，我尽量唔知要安怎调。没有啦，突然 Q 他哦，他会紧张。对对对对。对，啊，那下一位好了。下一位，那就孔锵舞蹈过来。来哦，来哦，向俊汉。哎，我的啊哇。不然是我，你是跳舞的，你是跳来来听这个音乐，你会想跳。我还有人家叫跳这边送啥，先跳他好看的。你要跟飞心跳，开心啊！我就是你要跳，我们就无去参加这个。啊，不过你就爱演歌戏，我就爱演歌戏。我对我那学过歌戏。我无学过啦，是讲去客串一下唐美云的歌仔戏。哦。唐老师哎，是你最近有客串一小段吗？有一小段，但是因为美玉姐在我们卡比要唱嘛，所以一下好我唱的歌是卡接近流行歌曲了。你们给我毁掉那个歌仔戏，所以也不让我唱歌仔戏。哎，我就拍想象的就是歌仔戏比较接近流行歌曲，按起不要那曲嘛。气泡嘛是这样，哎呦，你用一个雕来用看嘛，嘿，我有几款雕的。啊，我不是雕啊，我不是改雕都无关。雕什么？你改雕的？改雕？改雕？改雕？你自由版的啦，改雕？自由版的。好，就一小段那样。好。可怜又可爱，是落的灵魂最。生命出口的大门，为什么觉得好像流行歌？他就写的比较像流行耶，完全不行，你唱歌对呀，不行哎。所以多开心，我还为了想要唱那个歌仔戏的腔调，还故意这样。可怜，就是要把那个字有可爱，有一点那个靠调啊。靠调，结果老师说红音啦。结果老师说不用，你就唱这样就好。华语靠一点节奏啦，对吧？我心跳北北，哦，我安尼要唱。哎呀，这跟他流行歌曲。因为我演占卜师啊，对啊。我那。